柏豪王静合作主演的新电影三日举办媒体联访，其中许光汉和王静在片中诠释警察角色，算是全新的挑战。常常就要练习一下掏枪的部分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就在家里玩枪吗？我们就又牵扯到美国的 gun control 这件事情了，我们就再说。男生掏枪比较简单，没有，对，男生。告他，告他，告他。没有。收割两位男神除了感到荣幸以外，也惊呼他们真的超有人气哦，他们真的都很惊人呢。新闻出来跟一些宣传出来之后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身边就是藏着这么多徐太太跟林太太，就是很多可能国中同学也好，或者国小同学也好，平常根本没有在联络那种，就跟你说天哪天哪，你跟许光汉，你跟林柏宏拍戏，天哪，他们本人肤质好吗？他们高吗？他们香不香？然后反正想说，哦天哪，他们就是两位的那个电力真的都十足，这样子不容小觑。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好奇，好奇，他已经是那个、啊、男神的常青树了、啊。哎，你真的很多词汇。现在他 OK 的，对，他很棒，果然是男神收割机，没错，太让人羡慕啦。